六千阿巴，第五课。什么兵器糖珠？猫咪兄弟和猴子。喂吗？喂吗？从前，从前。是咪阿努唐塔努斯尔韦宾切尼约巴瑞，有名字叫做阿努与塔努的猫咪两兄弟。宁西空尼拉帕勒经验，有一天他们俩得到了一块烙饼。帕勒提狗下夹地，在分配那块烙饼的时候，空尼马切布尔看见苏鲁瓦瑞，他们俩因意见不合而各执一词。就阿里马斯鲁瓦辛奇在拉约巴提。通得树梢上有只叫做阿里玛的猴子，看到之后会是咪提尼蓝妹吧，他对那两只猫咪说，是咪奔切尼拿错奔看了年堂，猫咪兄弟俩呀，请听朋友我一言吧。既然你并且银行土，你们俩就如同手足一般。既然你啦刚烟开着云南拿啦送糖，不论你们俩有什么困难，请告诉我吧。你既然你啦恰若需求借送本儿，我可以帮助你们俩。如此说着，喜蜜安女阿尼拉帕勒吉约贝，猫咪阿努说，我们俩有一块烙饼。提狗下夹狗的马钱布的卡最修的穷，谢谢。将如何分配意见不合而争吵不休。杨州阿里美狗下夹若捏切球借谢内，猴子阿里马又说，我可以帮忙分配。会帕勒提吞不腻啦当内夹摩尔狗地，他将那块饼分成两段放到秤上称重时，切瓦约萨提尼杜对谁，将比较大的地方切下然后吃掉。提冲土清地杨显大切萨提尼杜对谁，当它变小时又将其余大的地方切下然后吃掉。他的帕勒恰仓注意谁呢，最后整块烙饼全部都被猴子吃掉。西米尼吹口豆腐暗秋中夜的米堆干妹穷娃人，猫咪俩不得不饿着肚子再也无法竖起耳朵。
银囊酒提，吹口夹册穷泥。然而那只猴子则填饱了肚子。让金土嘎嘎捉追昂泥，罗庆巴人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家。什么意义他们上这题？猫咪俩最后的结局是，吹口豆腐让内鼠罗鬼穷化人，必须饿着肚子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生词，什么猫，阿努他努他努，斯鲁瓦叫做并且兄弟同胞，你二帕勒烙饼，吉克一涅巴得到，狗虾夹克分配，取什么的时候，马欠吧不合，看金修各执一词，啾啾猴子，阿里玛阿里玛，新起这啦树梢上，通瓦看见，妹吧骂瓦说讲，戳波朋友，看懒员看懒年，听话躺吧，行土如同好比，母擦惭愧丢脸，求美吧无缘无故，挺着嚷马茄千万别那样做，干烟困难，凯瑞元囊不论有什么，送吧松瓦说，恰若徐恰若熊帮忙，他最羞噜噜噜争吵不休，choke 可以 ，you 将要的 ，rock 帮忙，谢吧，切吧，说解说，臀部小段小块。当瓦东瓦分成，
겸멀교크称上称重切瓦比较大萨什么的地方杜巴杜巴舵切세바사와吃冲突庆变小显大其余其他他他妈最后掐仓全部垂口肚肚子饿엄청耳朵中耶르미对无法竖起까妹不得不无法银囊虽然但是垂口夹肚子饱切量程度让金自己的家嘎嘎猪猪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昂样子状态罗庆吧返回回到囧这结局让内自己住的地方鬼必须